师傅啊、没关系，师傅，想请问师傅一下哈，现在好请问一下，好像我们好在家居士好像要为了让念经不要散乱哈，可以以敲木鱼的方式买一个小木鱼来敲吗？来念经吗？不要吧。啊？不要了，随缘吧，嗯。哦，随缘啊。啊，你这样影响隔壁啊。因为你毕竟不是在庙里啊，你在家里啊，人家叨叨叨叨叨，人家隔壁烦不烦呐、啊？这个对，这个是思想的问题。OK， 感恩师傅。